视频的开始，我们先来玩个小游戏吧。你知道木多一撇是什么字吗？视频中的这个帅老外在国外可是一个响当当的红人，他不仅喜欢做各种奇葩的实验，还喜欢在野外寻宝。野外寻宝对于喜欢户外运动的老外来说，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在国外，野外寻宝可是越来越流行了，尤其是当很多人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惊喜后，吸引了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项运动中。今天小哥来到了这片森林里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特殊的东西。小哥走着走着，突然发现地上有个闪闪的东西，他找到了一块金灿灿的小黄金，于是他便在周围陆陆续续地翻，仔细检查，没想到果然在周边也隐藏了几块小黄金。这片森林到底是什么来头，居然隐藏着这么多宝贝？小哥继续前行，突然发现前面路上仿佛在展示着什么光芒，他急忙跑过去，发现原来这是一个镶满各种钻石的手镯，手镯上的钻石金光闪闪，整个手镯的材质好像也是银做的，看起来十分美观。这到底是什么运气呀？没想到小哥居然捡到这么多值钱又美观的宝贝。